你倒水啊，姐。我有，我自己有。姐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别真的别太为难自己，因为你这人太了解了。你要但凡能撑一点儿，你也不会这样。哦，对，确实是，确实是。你就别坚持，你就先休息一会儿，看一下大家其他人的情况。姐，你还好不？我们来了。甜甜，你可以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准备塑料袋啊？我有5趟了。老公，我拉肚子了，拉5次了。哎，晴晴姐是仙女，她为什么一直在喊拉肚子这件事情？好可爱啊！他们那飞机是安排的几点呀？最晚11:10从这出发。快11点了，还有10分钟。是这样，就首先今天这个行程，只要去一组人就行，就不勉强。特别好，特别人性化啊！咱们如果有就特别难受的，咱们有代表去就行。你别跟我说，涛姐要不去，我也不可能去的。我肯定得留下，他都这样了，我怎么走啊？张翰好难啊！你还是去吧。你不用为了陪我留下来，那真的没必要。你放心，真的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了，要留下来照顾他。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我就是很想留下来陪他。我觉得我来这的目的我一定要清楚嘛，因为这一次是姐姐们的旅行，我觉得姐姐们不去的话会很可惜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留下来照顾涛姐，我觉得能够让海璐姐放心一点点。小选真懂事儿啊，你留下来照顾我吧。嗯，可以。那把涛姐交给你。嗯，好，行。那走吧，我们去了，你们好好休息。